看乌龟的头，你会看到呢太阳啊会从乌龟的龟头会快慢的升起，像这个就是我们龟山八景之首，同时也是我们南洋八景之首，我们叫做龟山朝日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们龟山朝日啊，其实在很多宜兰的海岸线上面都看得到，像是哪里宜兰的九镇、大湖、壮伟。